pauvre poisson, pauvre poisson des mers du sud, égaré dans de froids courants, goûtant le poivre et le safran, béatitude, tu t'es perdu dans le triangle des Bermudes, d'une fille sage aux jupons blancs. Des mers du sud。大家好，带你们看一下法国农民的一天。这个我的庄园现在这个花都开了，这是帮我种花的农民，法国的农民，农民大姐，还长得还可以哈。今年工作做得不错，哈，谢谢老板，做得不错，做得不错。大家好，我讲一下今天的穿搭。我今天穿搭的主题就一个字，帅。除了帅呢，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我今天这身 look。看到这个大长腿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还有这双皮鞋，非常的 amazing。看这小扣子，这小扣子精致的小扣子，看到没有？真的，女生看到都想解开的扣子。Know what I'm saying？ 就领巾，这领巾，昨天去女装店买的，人家问我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一个男的为什么要买一个就丝巾 ？You know？还有这里，小心机，看到没有？小心机，小心机 ，Wow amazing！ 这种绿色的这种口袋巾就是超配我，超配我。法国中原主就是这样穿。仔细找了，都是亮的松散。因为法国的下午嘛，法国的下午是比较热的，因为现在开始有点渐渐发冷，那我就把它穿上，把它穿上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谈大事专用，看到没有？看我这小蛮腰，看我这身材。什么叫穿搭？廉价的衣服 ？No， 不是我的选择，看到没有？这精致的戒指，看到没有？哎，去拍一下我的庄园，去那边拍一下，拍一下我整个的庄园。带你参观一下我整个的庄园啊，感觉。前面是我的红酒窖，我这个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因为这个今天。没带钥匙，没带钥匙，啊，这个花是什么花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一下我的那些管家们哈。这边这个风车呢，这个风车专门是给我前女友修的，修完他就跟我分手了 ，fuck you，let's go。在自己庄园走路就有一种非常自在的感觉，就是这种非常自由的感觉 ，let's go。你知道，有时候有钱的时候啊，就一个有钱人，他其实也是很寂寞。这个有钱人寂寞，为什么寂寞？你看，就这么大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跟我欣赏，那我只能拍一个 vlog 和屏幕面前的你们来欣赏。OK，Let's go， 让你们体验一下有钱人一天的生活。看到了吗？看见小轨道了吗？每次有这个全世界各地的那种顶级富豪来我这里买酒的时候。就因为那个酒很重，从我的仓库里搬出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专门修了一条小轨道，把那个酒运出来。一瓶酒最便宜的大概是$50,000，82年拉菲在我这里都是屎。这就是我最满意的花园大道，非常的棒，非常的漂亮。OK， 但是这个花你看看，有点开败了，有点开败了，扣工资。啊，富有的味道，我的爱情故事就在那个风车里，往那边拍一拍。永远不要为前女友付出太多。她说喜欢风车，我就给她修一个，修一个就跟老子分手。她说我修的太丑，辛德瑞拉，我问你哪里丑 ？Let's go。拥有这么美丽的景色，左手拥有财富，右手拥有庄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爱情不降临在我的身上。Mon pays est paré par eux toujours. Mon cœur est ravi. 这个花墙里面呢，是我专门给我的女性朋友们修建了一座迷宫。
每次都是我和大概七八十个人呢，在里面捉迷藏，就我一个男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我的女性朋友们，大家在里面一起嬉戏玩耍，多人运动。Now what I'm saying? Let's go. 还是要带你们进去感受一下。C'est mon rêve joli. J'ai deux amours. Mon pays est Paris. 我的神秘花园。Come with me. 这条道其实已经很久以前，大概有一百多年。你要从我的祖爷爷传下来啊。看到里面那条小道没有，几乎没有人进得去，里面藏着我们家的传家之宝，非常昂贵的酒窖，大概上万瓶顶级的红酒。我告诉你哈，看这条道平平无奇，这条粉色的小道平平无奇，带你跟我走过来，看不看，是不是觉得这儿就进不去了，这才是秘密的地方。来过来，看吧，看吧，往里看，往里看。只要穿过这片花园，里面都是刺哈，这刺很多。只要穿过这片花园，里面就是我们家的秘密酒窖，非常的 amazing。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现在是这个下午五六点钟哈，今天我的庄园你们差不多也参观完毕了。那么我马上就要回我的别墅了，我的别墅在马赛。啊，但我的庄园在普罗旺斯，你看，就是其实还是有段距离的。我的直升飞机一会儿就会来接我。那直升飞机接我之前呢，再给你们讲讲最后的，因为我一直也没有妻子，也没有生孩子，所以他不可能一辈子归属于我。这个弹幕里啊，还有这个评论区里，夸我帅，只要你夸的特别的让我感觉到哇，你太会夸人，这片庄园就属于你的了。价值几十个亿欧元的庄园，都是你的。只要你夸我帅，可能有 B 站的网友就问了哈，为什么你在法国的庄园会挂一面五星红旗？因为我还中国人嘛。继续走。本来是为了我的婚礼而修建的这个长廊，但是呢。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心仪的人选，所以这个长廊就一直在闲置这里。结婚的时候穿着白西装，我的新娘子穿着婚纱，挽着我强壮的手腕走过这个长廊，从她的父亲手里把她交给我。哦，我的新娘啊，西巴开谁个把花献给你，我的手出血了，我操！哦，我的手出血了，就像爱情，永远是那么的那么的伤人。突然想起来，下午还要收购一家公司，这个时间也不多了。我的花园呢，差不多就参观到这里。我马上回去我的庄园去签那个收购公司的合同啊，所以现在参观到此结束。今天主要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穿搭啊，非常棒的穿搭，是不是有一种很优雅的感觉啊？优雅的感觉呢，一定是用金钱衬托出来的。所以说，其实不是谁穿都像我这么帅，一定要先像我一样富有。OK， 如果就是弹幕面前你们觉得我帅呢，可以扣一；觉得我非常帅，可以扣二；觉得我帅到惨绝人寰。可以扣三。 OK， 今天就是这样，我马上要去收购我的公司，收购一家公司了啊，拜拜。